大家人应该还会记得，会记得正范，这老师这啊，这位老菩萨，伊入住这个门来，是伊最苦难、心中最烦恼的时阵，七十通会啦。一个囝发生了苦难，哈、啊，日日啊，以泪洗面啊。一个囝是伊最大心的囝，真乖啊！出门的以前呢，也阁甲妈妈讲，我晚暗都转来了。我要去高雄出差，从安尼搭上了迄班飞机，伫三义的上空坠机啦！啊，这位老人，白发啦，上乌发啦，这种的悲痛呢，咱会当想会到，安怎会悲苦？不过伊的鼻头苦，时间足长的。后来有了主祭人，知影看到伊已经用要到失神落魄的程度，所以就该招啊。迄一年呢，也是多的三月，但打不起啦。可能也是这个时阵吧，伊伫这个所在参加佛事，虽然伫咧念佛啦，虽然伫咧听经，不过看伊呢，就是真正的悲戚的感觉。有一天，我就甲伊问讲。你到底为什么看起来呢？秋容不定啊，听经呢，好像无真充足的精神啊，是安怎？他开始讲啊，心痛，心艰苦，这段时间日唔知安怎过来，唔知呀，我就甲伊讲。哎呀，这种的心痛我拢了解啊，但是事隔已经有这段时间啦，大家都伫咧哭啊，你的囝才友好，伊绝对唔甘的，你一定有真希望讲会当好囝会当解脱去，但是你的心无安落来啊。你的囝的灵绝对无安呐！伊讲啊，安尼要安怎？安尼伊无解脱心，我甲讲肯定是无解脱。安尼师父我安怎做？我就讲，你的心呐安，伊的灵都安呐。伊讲我实在吼想无方法安我的心，我就讲。已经放出去的风吹啦，风吹呢已经破啦，你应该呢锁啊个肩等，可以飘摇自在解脱去，因为人生的烦恼就是情的线，你个砍掉了呢，你要叫伊安怎挂会断？叫伊安怎会当解脱啦？伊安尼听了这句话，会当通下伊的心啦，会当对机啦，就是妙用啦。他规个目睭发亮起来，甲我讲：“师父，我知影，我
我再也无爱阁想伊。我讲是啊，唔免想伊。伊讲啊，我的心要寄喺度。我讲诶，甲你的囝吼，同年龄的拢是恁囝呢。你看，遮尔真侪苦难啦，亲像你的囝，啊，你的年龄，残障啊，贫穷啊，即款的人真侪呢。你会当想你的囝的心，甲摕来想遮的人的心，爱你的囝的心来爱遮的人，来啦。做主者，迄一天伊就讲安尼好，师傅，安尼我甘愿来做主者，从安尼摕一份簿啊，转去呢，开始他就是委员啦，正经，非常的正经，老人比少年人搁较勤，即当阵再也无有烦恼的挂碍。每天就去找人聊天，说主祭，他专心呢，都是在主祭的菩萨道中。这种的啊，菩萨心，这叫做主悯，也跟佛的啊，那个动体主力啊，去啊，以众生乐，让众生每个人看到他都欢喜。听到伊讲话，会当好解开真多的烦恼，这就是拔众生苦啊！教父这边呐，伊拢有做着，咱所有的活动呢，伊拢有对着。这种一五千界啊，干呐，一个风水算个简单，心安宁安，这简单的一句话。真正对己啦，真正解脱，所以啊，对己就是妙法啦，用则有所得，所以爱心开意解啊，就是爱把这个烦呢，会当体会伫咱的心灵，则会当得到法喜、平安、自在。